你先说吧，你要说什么？就我们查的，就是上网查的。既然朱正廷是本名是吧？对，我是本名。你查的？如果你起个艺名，你想叫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要叫什么。你叫朱正廷，叫朱歪走。正的白字是歪，然后停的白字是走。朱歪走。好好好。太感谢了。太牛了。这个现场图好吧？我哥现在骂人都不带脏字了。嘉龙哥唱歌非常好听。嘉龙哥唱歌非常好听。现在不是说唱歌的问题。跳舞更好看呗。那你就边唱边跳。好好好。好好好。这是你。那什么呢？边唱边跳，去看我们厉害的滑雪哥在里面又跳又唱。对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好，那四位都。对。四个字的。飞。飞什么？飞物。是本人的名字，角色起四字名。要用飞。你要给他们本人起名，我也不介意。叫大吉大利。哎，可以。是吧？可以。大吉大利。我叫瞅你咋地。瞅你咋地，恭喜发财吧。跟嘉伦主打一个押韵，是不是？其实当时我们有一场戏是挺好玩的，就是我跟木无表情那一场戏，我真的很难，那一场戏真的我好难，我只要一喊他名字，我就想笑，特别是他一转过来的时候，他戴着那个面具，我喊木无表情的，就木无表情的看着你，真的很搞笑，对，对。来给一个小礼物来了，这是炮 ，yes， 开炮吧。真的是炮，你太低估我们的园艺师傅了。怎么这是？所以呢？可以还原一下自己的那个画面吗？怎么这怎么拍？就摆拍一下，就是对着我们的镜头摆拍。哎，我陪哥一起拍一个吧。哎，可以。好，可以。我们后期也 P 上。看哪里？来。看这里吧。嗯，挨个开的，每个开一下。看哪？来，三。二一，好。没有，第一天就开始，这不就开始顶撞了，反对嘛。他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才成长，知道该怎么生存了，所以一开始可能就被开除了吧。然后他需要换到不同的岗位，多多吸收一些经验和教训，然后才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我们公司还是很爽，整顿职场看得很爽，而且八级换了十种工作，真的是地表最强打工人。任嘉伦老师有没有想要回应的？他说的对，对，多说两句。他说的对，他说的对，他说的真的很对。这我哥的风格，是吧？说的没错，确实。好的，谢谢。或者跟职场人有什么忠告，或者说心得？忠告，就是希望大家在做一份工作之前，先了解这份工作吧。最好是先知道该怎么做，然后不要什么都不了解，依自己的性格进去随心所欲吧。我觉得早晚会被这个社会淘汰。好的，谢谢。要把努力用在对的地方。好，谢谢我们。我们公司还是很没错。
写吧。我说什么就写一下。唱又会跳的，惩罚也没关系的，惩罚也没关系的。蝼蚁，蝼蚁，我要这样，蝼蚁。我每次听别人骂我们人族说蝼蚁，我就很气愤。我哥脸都在抖，都有多生气？哥哥，你有枪没事？有炮，有炮，可以炮。面对叫我们蝼蚁的些人，这个真的是没什么用。好，通过，住住。